1937年12月13号，日本鬼子到我们南京了。天开始是飞机来撂炸弹。日本人那时候来的话烧杀抢掠，样样都干。到哪家去的翻东西，护士东西拿走，拿不动的就叫你带他送你去，就无父亲呢就给他拖了去，就替他挑东西，就送你去以后他就让他走了，出来以后就能道不同时看到我们就开枪，就打中我的外婆胸口，就听他喊了一声哎呦，就把我的手松开了，倒下去了。两个日本人子弹啊枪打的，我现在呢身上这个有一个腿这块有一个伤疤，那大概有这么长这么宽。回到南京燕子矶，南京燕子矶那个死人都成傻。我母亲啊得到消息说我爸爸给日本人打死了，日本人一枪就打到我爸爸的小肚子上，我爸爸就睡下来就死了。85的过去了，这个日本人到我们南京来啊，杀了那么多人，杀了30万，杀死我们家7个人。30万人死去的人都我都看到的，包括我家7口人，9个人一共杀死了7口，我自己啊出了3刀，都没死掉了，就挨一刀，后头一刀接个疤，不断的了，我就能活到现在，我永远都不能忘掉。希望我们下一代的人呢，永远不要忘记我们吉林湾这个历史。每回回忆起来，心里都是非常难过、非常痛苦的。我们爱好和平、维护和平、推进和平的这个希望，永远在心里。